这两天想了很久，有些事情是可以弥补的，但是有些事情一旦错过了，就永远无法弥补。工作，只要我没有能力，可以从头再来。但是你，我错过了，未必有下一个5年可以重来。多谢缘分，那我们约法三章好不好？第一呢，我们要这样理解对方，包括工作、事业所有的一切。第二，心里所有的想法都要说出来，不让对方猜。这个你可要注意了，你们女孩就喜欢让男朋友去猜，啊，为什么生气要猜，为什么高兴也要猜。别打岔。第三呢，如果我们吵架了，绝对不能提分手，无论对错，都要你先道歉。好，老公，老公，盖章。来。牛奶，和我上学的时候养的那只猫好像啊。就是它。当时领养它的阿姨孙女猫毛过敏，我就把它带回来了。来，乖乖。嗯，抱。